你说这光棍这么长时间了，一个人也太没劲了。哎呀，我这刚想起来，前两天我不在网上订了一个机器人吗？好像还是个女的呢。这咋？哎呀，送来了呀！哎呀，滚！哎呀，这包装，哎呀妈！太好了，这怎么打呀？这是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啥呀？这是，哎呀，保鲜膜啊！哎呀妈！哎呀，这，哎呀，真是个女的呢啊！人儿啊，人儿，哎呀，定，哎呀妈，这家伙给我自己馋晕了，嘿，这机器人挺漂亮呀，哎呀妈，这头啊，跟真的似的啊，这皮肤真嫩，溜光水滑的呀，啊，是吧？哎呀妈，眼珠子还会动呢。呀，衣服也这么逼真呢？那啥，咋开机呀？这是？哎，这怎么还打人呢？你个大傻蛋，连开机都不会！哎呦我的妈！妈，这怎么开呀？这，哎哎，啥玩意儿？说明书呀？我看看啊。开机冒号连说三遍开机，再按一下脑门啊，这么回事啊。开机哎呀，你个大傻蛋，不会轻点吗？你这个小破机器人，你怎么净打人呢？你等着啊，你看我给你差评评手机呢。哎妈，你个大傻蛋，为什么让我站着？站着多费电。哎呦我去！行啊，你等着，来坐下是吧？来，三二一，起步走，一二。走，往前走。哎，好嘞，想坐转。你咋自己坐下了？主人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松子编号520。哟，这家还520呢？你咋不说你是250呢？哎呀，我都说了。是一个大傻蛋，我是编号520，不是250。还打我？是不是还打我？你等着啊，我高低我得给你个差评。主人，不要给我差评，只要你满意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行。做什么都可以是吧？你那啥，去把我那碗给我刷了。这个我干不了。咋干不了呀？我是机器人，不能沾水。哎，事儿还不少。哎，你那啥，把地给我拖了吧，拖地。这个也干不了。又咋的了？电量不足，不能使用此功能。不是，那你还会干点啥呀？啊？我会猜谜语。猜啥？谜语。猜谜语，那玩意儿没啥意思呀，有意思吗？愁死我！哎，你这么地吧，
你不是会猜谜语吗？那你会不会成语接龙呢？会呀。哎呀，会呀。那行啊，那你这样式啊，我给你来个词儿，完了你接，行吗？好。听着啊，知心朋友。知心朋友，哎，也行。有我没你。你别笑了。有我没你，这跟我玩命啊！这是。你爱我吗？不是，你这是成语吗？哈哈哈，逗你呢。逗我玩的，还挺调皮呢，是吧？那个我是你妈妈。占我便宜啊？是不是占我便宜？气死我了！妈妈没词儿了，请换一个。哎呀，气得我肝儿疼啊！手机，等着啊，差评。主人，不要给我差评，我给你出个谜语吧。咦呀，给我出谜语，考我是不是？是不是考我？来，你出吧，来我听着，你出吧。我给你出一个3岁小孩都会的问题。哎，你行，什么3岁小孩的？你瞧不起谁呢？啊？有能耐你就来个5岁的。好的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：世界上的猪都死光了，我应该唱什么歌？世界上的猪都死光了，唱杀猪刀呀？不对。咋不对？你刀一把杀猪刀，是不是？不对。不对呀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唱那个。今儿个老百姓啊，真呀真高兴，唱这个老百姓啊，是还是不对？那怎么还不对呢？那你说吧，唱啥？至少还有你。啥意思？世界上的猪都死光了，至少还有你。我怎么没明白呢？你意思我是猪啊？哎呦，你个大傻蛋，现在才反应过来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气死我了！你说说你啊，你说你一开始你说你啥都会，结果呢让你拖地拖不了，让你刷碗刷不了，你说你还会啥呀？啊，整还刚才还来个啥，给我猜谜语啊，这猜着我的妈，夸夸上来干我好几个嘴巴子，你干啥呀？我告诉你的啊，你再给我嘚瑟，信不信我削你？我这么可爱，你不舍得打我的。嘿，行啊，真行啊，抓住我软肋了是吧？不是，那你说你除了这两样你还会点啥？别的请按其他模式。啊，这意思得重新输入口令呗。嘚儿，转换口令。哎呀，你个大傻子，我都说了要按其他模式。嘚儿，其他模式。电量不足，不支持其他模式，现在转换自由模式。啊，呀，哎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，这咋打人了呢？哎呀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啊，这怎么打人呢？又，哎呀妈，
手机呢，我给厂家打电话。你还敢打电话？你摔我手机干啥呀你？哎呀妈，啥玩意儿这是啊？娘啊！哎呀，停，别打了啊！主人现在已进重症监护室，有事儿请给我留言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、关注哦。